这个房子我们是二零年十二月份租的，因为什么要租这房子？一个我们协会办更，没有场租，第二个学生旅游没有场租。 我叫刘依林，今年十一岁，练武术大概有三年左右。开始是暑假的时候，听到这里有个武术班，然后就和我们的好朋友一起来的。然后我的好朋友他想不练了，就跟我说，说我们俩一起不练吧。但是我感觉我挺喜欢这个的，感觉就是经常很少生病，然后就坚持下来。后来很多朋友都走了，然后就剩下我一个了。 这个也没有那个经费，在这卷，没有经费。日后，现在不管伢赚的钱，进步的，我不觉得就没人搞了，这样子。什么时候开始学的？家里有困难，你们的时候，从小开始学的，学的我们都是家族头呢，是上的从下的这样子。我不在家做，我就在海岸上认为，他在河里，我离这边来来去去不跑。刘星，我看老人刘星骑个电动车呀。 反正我自己呢，我也不敢吃，反正是一个那个吃的灯光，因为日落一呢，然后不适应了，他不是明显的，明显嘛，在这趴着，我也在这趴不出来。老娘晚饭吃了吗？我还没吃，还没吃，快结束吃了。那挺晚了啊。那没办法，没听见过嘛。 不过春节就用这张，就这样的。你下的下，你也不就不就在那耷拉耷拉凉的，那地方凉，吹点上，打着打着送的，啥子上，啥子送。